红中出口，宝鸡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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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好，那第二门的十际念机的第四小门不生灭者，今天从不生灭者开始讲。刚刚因为我那个看错时间，提早到这个讲堂上来啊，然后叫大家在那个时间说要自己看一看这个讲义。其实有的时候你们呢看这个讲义啊。偶尔看这些文字，似乎好像，这个文字在眼前呢，心里面还是很闷的啊。但事实上，你要是看久了以后，你在每一个文字之中啊，它就会在当下，与你现在心中啊命运之间想要贯穿的那个意愿力啊，它能够启程心中的道理的沟通的。为什么能够如此？因为没有一法不是觉心故。没有一法不是觉心故，所以文字它本来就能够提携行者入一切深意，入一切般若的智慧啊。所以要是说觉得看文字觉得很闷，就表示你自己要心中就要非常警惕了。那就是你虽然叫做行者，虽然叫做学人，但是平常的时间你可能耗用的还是一般的世间文字，你可能习惯还就是一般的众生语。所以你在看这些原石，你找不到这些文字之中，它要在你心底深处为你启发的是什么方向？因为那你根本因地心中，你心中立的那个立目还是无明啊，立的眼目还是无明。所以今天讲到不生灭者，要在实际念机上面说不生灭。实际念机每一次讲经的时候，都一次一次不断的再提醒行者。实际念机是要念念之间，你回向如是大觉心体，念念在如是根本自信、根本佛性上面念念回光时，你才能体会得到一些什么叫做实际念机。你单单要是在一切现前的所有一切感受现前处，你都能够在觉心顶上念念之间不断的去熟悉，念念之间不断的贯穿，那是实际。贯穿就是你心中念念之间不断向上沟通，向上不断的熟练熟悉，那是实际。所以每个实质实字，就是当下什么真实不虚，那是实。所以实中间有个贯穿的贯字，寂又在哪里说寂？寂就是在当前，每一个当下就是说寂处。你能看到现在所有的一切当前，现在一切当下，你念念贯穿就是实寂。你看的是一切感受之间在眼前的不断的变化，在一切分别之中一直不断的对待升起。有好有坏，有生有灭，有黑有白，都是如是这样子对待升起。但是在对待升起处，你却念念之间就在如是对待上面看的是觉心的根本一如，那是大觉心体在这一切差别对待当前，它从来不二的根本的直下担当。你能看的是那些种种差别的对待，但你体会的是你决心的根本的担当，那个实际。所以你自然就在这个实际之中看的都好像都是种种差别的种种缘生缘灭，种种缘起，一切变化。可你明白决心时，就在如是变化上，你还会堕在任何变化的种种过去的尘埃、过去的束缚吗？当然不会。所以那叫念机。
所以念机的意思就是什么？念机的就是你再也不是过去的所有的一切行持，不是过去的一般凡夫的行机。你念的看到是大觉心体，虽然大觉心体现前时就是种种差别，就是种种变异，你就感受现前就是差别，就是变异。但是就在感受现前差别变异时，谁觉得感受呢？不是要你在感受后面找一个谁觉得，假如感受后面再找一个谁觉得，那如再觉再感受就是二。你要明白整体的感受现前处这种变异处其实一体是觉，当你明白一体是觉时，你将来很常看的就是什么？还是感觉。你看到现前的现在，在现在眼前的，在你念念之间不断的浮现的还都是感觉，但是都是感觉处，你却念念之间已然能够老老实实死心塌地明白它其实一体是觉。当你能够在心里面有如是的声音起来时，一体是觉时，你已经知道，你已经最初已经触及什么叫实际了。在每一个当下，你已经知道什么叫实际。所以明白如是实际时，今天第四个小门是告诉你不生灭。为什么不生灭？就是让你体会那个决心嘛。决心在感觉之时，觉似乎随的感觉，觉生觉灭。于是，在觉生觉灭处，就有生觉灭觉。有生觉灭觉，决心都没有灭过，怎么会有生灭呢？因为你在生觉灭觉现前处，你看的是什么？是看到你根本大觉心体，如是根本一体视觉的念念担当。大觉心体一体视觉的念念担当是什么意思？那是在一切感觉处，你体会的感觉虽然叫感觉，但事实上，哎，对，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这样过，没关系，没关系。啊，感觉虽然是感觉，但是现在呈现的就是什么？呈现的就是一个觉体，觉体现前处，仿佛现在的名字叫感觉，整个仿佛的假名的感觉之中，它真正的实际是觉。所以在这个上面，你根本不需要什么，你根本不需要有任何内心之中的取舍分别。你当下若是心中熟悉时，纵然还未得未到证的如是大觉心体，当你能够明白如是道理时，将来在你现前的一切应用，你已经不同一般凡情的用度。你不同一般凡情的用度，念念行持，念念贯穿，念念熟悉，那这样的用度就叫什么？就叫行者，就叫学人，那就是学人。所以觉在能够有生觉灭觉处，那是要是生觉灭觉真有生灭，谁觉生觉，谁觉灭觉？你要说真的有个灭绝，灭绝也要生绝才能够知道灭绝，什么意思？灭也要有个相，相生你才知道那叫灭。你虽然感觉那个相叫灭，凡夫以为那个相叫灭，但这个以为的相，那个灭还不是在升起一个灭相，让你去明白是灭吗？你在觉得生相之时，生相之时，生是不知道生，谁在知道生相？但是根本心中决然超越一切身相的面相之中，你能体会的那个身相。所以再生再再生再灭，其实都是一体视觉。既然是一体视觉，所以觉灭之时就能够觉生，觉生之时它就能够体会灭，它就能够相生。相生不是生灭相生，相生是因为大觉心体一如故，所以万法成就时，它能够坦然一起相生。但相生之时，你也会知道，在生之时就不是灭，在灭之时就不是生，在生能知灭，在灭能知生。但生毕竟是生，它决然不是灭，灭就是灭，它迥然不是生。这如是清清楚楚任其差别，在如是差别之中，能任其差别的，从来不是差别，从来也不随他生灭。这叫你熟悉如是做观。熟悉如是做观，只不是说只是听师父这样讲讲，只在道理上熟悉如是做观。熟悉如是做观时，将来你每自己每一个起心动念现前时，
你可以知道动念，你能明白动念，可是每个动念处你却是在内心之中不断巩固经历的是什么？你能明白的是决心的大力，决心的作用。你只要站在一分决心的作用，任其现在的感受，感受其实它包含什么？包含现在凡情之中的一切喜怒哀乐，一切万法。但是你站在决心看喜怒哀乐呢，你根本不必去断喜怒哀乐，你已经超越喜怒哀乐。你我说超越喜怒哀乐都已经是多余多说，这烦恼不断自断。那是你看到烦恼处，看到感受处，看到感觉处，过去的感觉是烦恼。为什么是烦恼？因为被觉故。什么叫被觉？你忘记它根本就是觉，所以叫被觉。现在看到烦恼就是觉，你看到是觉时，就像镜子照出镜色来时，再黑再白再好再坏，你明白是镜子时，任其黑白任其好坏，不过就是进而你心中都能够什么超越一切近色之中的种种希望。将来你心里面若是明白如是一点道理，你在自己的感觉上面都能够超越希望。这些希望包含什么？生老病死都在其间。这些希望包含什么？包含你现在每一个念头之中的生生灭灭都在其间。只要你在每一个念头灭灭你都能够知道它决心不灭，但是你感觉都是生生灭灭，那感觉之中包含什么？包含你自己以为的这种轮廓，这种生执我执都在其间。所以到最后你觉得有我，那么我自你都超越，因为觉得有我，我可以不断的变化，因为我要是不变化你不会知道有哪个是我，因为我不是一法一相，我要是一法一相那叫断灭，那叫定格，你还有什么我可言？但你觉得有我之时，那个觉我之我隔层是哪一个我？有哪一个我可以说是你那个觉我之我？你从此你知道始知大我，那个大我就是大乘佛法讲的常乐我净的我。但是你明白那个我时是什么？明白那个我时就是你不住任何我处，你可以知道一切我。但你明白觉得我的那个我不是现在所觉的种种我，先前所觉的种种我都不可能拿来指证它到底是哪个是我。你能这样子明白它能什么？那才叫做最初断我执。断我执之断我执人不是不明白我，他才能够了解明明白白一切种种业感变化种种法我。所以那是大圣的常乐我净。你能明白那个念头之中的生灭生老病死都在其间，甚至于你刚刚讲的这种生执我执都在中间其间。所以你会觉得是我生我死吗？觉得我生我死是念头，可是你要是堕到念头忘记觉那叫妄念。你可以在觉心之中知道现前的一切变化，现在这个肉体之中就有我生我死的种种变化，但是你在种种众生世间的变化里面你都能够明白那个觉中的担当，将来就在你眼前的这一期果报的是生是灭你都还能够什么？你都还能够念念超越，你根本不住，你不住啊才有可能啊。就是讲到佛门中常讲的自知时至，甚至于自知要往何方。那为什么如是？那不是讲学吗？这讲心理学都知道，你过去堕在感受之中，堕在某一种感受执守太深，那当然就不知道其他感受。假如你心中根本不被你先前的种种业感所执着，你当然知道这个业感过后，这期果报过后将来投往何处，当然知道投往何处。
你心里面能够明了，你心能够做主，能够最初做主处，都还不叫做大彻大悟。但是一点都做不能做主时，你就是根本凡夫。什么叫根本凡夫？就是在这些业力的浩瀚的束缚里面，你没有半点能力能够与其抗衡，你就是受这些观感之中的种种束缚，将来观感越观感处越执着处，它就越膨胀，越膨胀处它就会在你眼前，将来总有一天会坏尽。当你坏尽之时，心中那个大苦，苦从何来？苦就是从你见过去追逐如是观感时念念膨胀而来。所以当你抓持不到时，那个膨胀的执受它会变成了一种苦受。那苦受为什么那么刚强？因为过去抓的感觉有多刚强，现在的苦受就多刚强。刚强到你难以处理。什么叫难以处理？那个时候在跟你讲，在那么强烈的感觉当前，事实上还有决心的存在，你佛性从不失，跟你讲这个都没有用。因为你一定会讲说，我现在感觉这么强烈，师父，你这个你根本不懂，我的感觉这么强烈，我怎么可能如何如何放下？世间人都是这种声音，我怎么可能放下？你们出家人什么都不懂，一天我没事干，心里没烦恼，所以不知道众生心里多痛苦，遭痛苦现前，怎么可能放下？出家人懒得跟他们争嘛，尤其是像我这种命最不好的人。要我要争的话最有道理，我的命比你差，苦我受的比你多，不照样放吗？什么叫做放？不是真有个苦要放，是你愿不愿意为你自己的生命做主，你愿不愿意为你自己的将来念力之间为自己负责。你要愿意时，你就甘心念力之间，就在这一念中，你愿意回光吗？你愿意实际念机，你愿意在大觉体上老实入观吗？你只要观察久了就是你的。什么叫决心？决心就不离止观二字，常常如是止。止是什么？止有两种相，过去的一切众生习气断尽叫做止，能够长养一切向圣的发心，那种念念之间心中的赤诚是止，是你现前的行止。你但有一念向圣，就不是过去的凡情，所以那个止是止在何处？止在你现在向圣的愿力上，不必更说种种断种种烦恼，是怕你根本不知道发愿。你但要发愿，烦恼自断。就好像一个心里面狭隘的人，他愿意去接受大山大水的种种气氛洗礼，他自然就断了过去的狭隘的气氛，不必刻苦，不必那种像一般那种勤勤苦苦在那里不知道用什么样办法熏陶自心时，你在那边不断说我要断这个过去这么狭隘的心境，我要断我要断，就一直断不了。师父怎么讲就断不了，怎么说就断不了。为什么断不了？不愿意跟自己心性之中负责不，不愿意念念反观现在自己到底把自己那种内因内心逼到什么样扭曲那种境界，不愿意为自己明白自己现在面目不。所以你要是真正都是念念之间在如是决心上参，你才能够听得懂什么叫做华严经一海百门，那让你出入啊，让你念念之间在门中，门中是让你出入的。所以一海百门不是说祖师就是摆了一个门在那边，百门啊给你摇摆百门吗？那是让你真正知道念念之间看到你的心中的渐次登记。所以你真的如是，所以讲不生灭者为尘从风起散，为尘从风起散就类似尘是什么叫做尘？
尘叫摇动名尘，尘即明空，摇动名尘。所以尘这个风时它浮动的时候，虚空之中你才看到尘像。造世间、气世间是如此，我们的内心世界也是如是。什么叫做尘？你现在的世风鼓动处，全处是尘，全体是尘。什么是世风鼓动？就是你麻瓜，你现在一念起处都是世风，意识的是世风鼓动处、飘鼓处。那你说，那我还要怎么样能够断了如是红尘、滚滚红尘？谁让你断滚滚红尘？法尔如是嘛。就好像在镜子面前，你告诉我说，那我要怎么样让镜子不再照射？那你就把直接把镜子破坏算了，干嘛镜子不照射了？所有的镜子一定照射，所有的觉心现前一定都是什么滚滚红尘。但这么样强烈的滚滚红尘处，你要知道是觉嘞，所谓的尘名就是清净觉，那就是觉。觉好觉坏，觉有觉无，觉一切差别的滚动，那都是觉心的一体。觉真在觉好觉坏时，觉无二觉，它不是二觉。觉生觉灭时，它从也不是，从来不生灭。觉生之时，觉性不会说更深；觉灭之时，觉性从来不灭。叫觉性若灭，谁在觉灭？觉灭着谁？没有如是觉，你的灭觉都没有，你何况还能说灭？所以那都是尘风随风鼓散之时。那就在这个飘鼓处，你要念念看到的是什么？看到你就是担当如是鼓动处，看到担当如是世心种种呈现处，世尘种种飘动处，你那个念念之间愿意归家的什么？那一念心中的坚持秉持，那一念心中的担当与坚定。所以在这一念心中的担当坚定之中，我就姑且拿心经来大家来稍微做一些解释。心经有一句话，大家常读：舍利子，是诸法空相，无生无灭，无垢无净，不增不减。过去读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你永远是属他人才好。舍利子跟你什么关系？舍利子身子也，舍利子大智也，但是它有个相叫身子也。为什么叫身子？行仪担当在眼前，念念行持，你要明明白白，那叫身相庄严。但是这种身相庄严，念念它启发的是什么？超越世间的大智。所以那一定什么？虽然现的是大智，其相在声闻。所以这个智慧是声闻中的大智，叫舍利子。那舍利子是什么意思？舍利子，你要是在今天讲到不生灭处，在这句话未尘从风起散处，你要是开始愿意回头参时，那舍利子就是念念在呼召你心中那一念大智身子。你每一个心中的所有一切面对世尘的心中念念之间的行持的体德体相，那就是大智身子，舍利子。谁证将来证如是智，将来就是舍利子。但是谁将来是这舍利子，都是要从这一念心中直下担当，离开如是心，一切过去诸佛门中一切圣的名字，你看不到。你看到都是妄局，都是以为人物而相。那假如用这种人物而相去读一切经文或读一切圣人的名字，你当下就不得解脱，何况你还能够识得了圣人的名字。
一些生的名字都是走出如是人我，才能够有难，才能够如是成圣成贤，才能够为一切末法苍生留下一切如是名字。所以舍利子就是让你念念之间就在如是念头之中，你看到你的智体，智一定有知，但是这个知它不是坐在知上说的知，知一定要在哪里？知要落在日上，哪个是日？大觉知，大觉至日，就好像太阳的大照，它可以照万物的影像，都可以照出万物影像，可以处处种种明白成立。那没有太阳，你根本不知道万物种种影像，光辉影像都不知道。但是有了太阳以后，你就能够启程种种万物的光辉影像，你才能够明白一些相，明白一些法，在明白一些相法之时，才有种种知。但这个知你不要忘记，是所有的一切什么大觉至日之所以能离种种知。所以不怕有知，就怕你忘记那个日。你要忘记那个日的知，那就一切的凡情流转。你要是在一切过去凡情流转的之中，你念念之间回向如是日，就将来开如是智。你念念如是诚恳，念念如是贯彻，念念如是身体力行，就是舍利子，就是舍利子。所以真悟在现前的是诸法空相。为什么是空相？因为你已经念念之间就在那个日上体会，日上体会之时，在一切差别时，觉好觉坏，觉黑觉白，觉大觉小，觉长觉短，长短好坏，大小黑白，全属心机。但是你能明白的，可还是过去种种堕在差别的种种机相之中，不是？那叫练机嘛。但是这个练机之时，它不能够知好知坏吗？它当然能知嘛。所以就如同虚空一样，它能包容万物，但是虚空从来不被万物所陷害。那你不能够融通万物，也不叫虚空，好不好？所以我常讲这个空字，每一次都有讲到，啊，师父也不怕大家听腻了，我也不怕烦。空字从绵就一个宝盖，从八从宫。绵者是什么？绵者这样叫宝盖，就你心中内念圣意。你念念常遮，遮在哪里？表示你发心诚恳，念念遮住，念念照向其处，就是那个宝盖，在哪？照在哪处？照，就是照东西的照，不是那个太阳的大照的照，像那个照我照照啊，那个照字那个照。照在何处？照在八世之中，照在八方当前。八十八方如何？你要看到如是坐相圆满，所以它下面有个宫。你不知道如是宝盖，不知道如是八世，不知道如是宫，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空。所以一个空字，中国字写那个空，拆开来就是体相用。在体为折，在下成八，在用能够立其功。那是真明白空字啊，不是一天到晚说你只要有空性，空性空在哪里？空性怎么样？空性，大家要在空性上，空性，空性不认觉性，你根本就妄谈空性。离开如是觉性，还有空性可得吗？你但要明白觉性，你就能够明白空性。空不能离开觉之中，再有空可以立明。所以舍利子是诸法空相，那你说那不心经不是立明吗？来，请问经题为何？心经没有离开心中去讲这个字，先要告诉你波罗蜜多心经，
你明白那个题以后，你再看里面的字，说空不能离心。所以如是空相，那是什么空相？因为你一念念之间能够如是贯穿，如是照察时，你心中才能够体会那个空相。因为你能觉得那个实际处，那就不是过去凡情的种种迹象之中的种种差别限量。限量就是限爱的限，限制的限，不是那种差别限量。所以不是那种差别限量，反而你更能够明白一切种种现前。现前的现就是现出来的现，现前，那不就是空相吗？诸法空相，所以不生不灭。你在做诸法空相时，你就能体会全不觉的感觉，其实就是觉嘛。你已经知道是觉时，在觉虽然能够起成种种差别的感觉，但是整体差别的感觉其实就一体是觉。有生吗？你说的感觉自己生吗？感觉没觉，它哪里生？觉心能随感觉之时，仿佛好像有个生觉。但你不知道觉心现出感觉，仿佛是生觉时，这个生觉其实整体是觉。所以整体之觉就好像觉在现觉，从来就不必更深于觉。觉在现身，觉在身觉。不过有一个相，似乎叫身耳，叫身相宛然而已。身相如是，念相已然。所以他根本不生不灭，感受也不生不灭啊。为什么感受不生不灭？不就有一个真正的感受生吗？感受他自己不生，感受也不灭，生尚且不生，何况有灭呢？其实再生再灭，其实都是觉。就好像镜子现色，仿佛镜子现色是色有生灭，但是整体你仔细思维，那色有生灭处，那其实就是什么？就是镜体，镜体包含镜体镜色，就是镜体一体的什么？从不生灭处，从来不生灭处。所以这就是大乘佛法，尤其是汉传佛教，在念念之间不断的回光，如是心性时，开如是智慧时，不同一般小教，不同于一般外道，直下教授行者的担当。你在不生不灭处，你担当的是什么？就担当现在仿佛的一切生生灭灭幻象而已。就是担当这些生生灭灭幻象，我才说你不生不灭。如果真有生灭，你就不知道生灭了。真有生灭，生不知灭，灭不知生。生若不知灭，灭不知生，那生也就不知道生灭，就不知道灭，谁知生灭？那生灭又没有意义啊。所以能起成种种幻象处，就表示什么？能觉生觉处，觉生之处跟绝灭之处，却可以常觉觉生，常生生灭种种。但是如是不断的在觉生绝灭当前，如是盎然之处，是根本无生无灭，无生无灭。所以这个不生不灭是讲到什么？你已经明白那个体。为什么讲那个体？体就是骨脉，体字中国字写一个骨头的骨，骨脉。如理旁边是个理，理就是这个礼教的理，如骨脉如仪，礼教如法如仪。什么叫如法如仪？你能常生常灭，所以知道不生不灭，不生不灭任其生灭。但在不生不灭任其生灭处，常生常灭处，知道是不生不灭处，这才能够最初始知生灭二字，才能够最初认得什么生灭。因为你认得如是生灭，你才知道凡在尤其佛法之中讲的不生不灭，讲的生生灭灭，如是的名字，从此以后你久无障碍。为什么久无障碍？生生灭灭处，你当然知道觉心现前哪个不是生生灭灭，感受现前处生生灭灭，那你明白这个是生生灭灭处，就是不生不灭。
所以你常在不生不灭看尽生生灭灭，你常在生生灭灭处担当不生不灭，不是吗？所以讲生生灭灭，你也不会随其流转，真有如是灭，真有如是生灭。讲不生不灭，你也不会锁在如是不生不灭，不敢担当一切现前的种种觉性之中的随缘盎然。那叫知体，不垢不净；那叫相，法也；明达相，明白一切法。所以他们都已经知道如是体了，所以你就担当现前处一切相中，它从来无染，所以叫不垢。但是从来无染处，它一定能够成就一切种种缘起，随其染。这个染，就不是过去你以为认为染就是什么，就是无垢。染是什么？心如工画师，分布诸彩色，虚妄取意象，大种无差别。它能够染一切色，这个染是心中能够做主的，心中的智慧随缘的片染，它是智光，它是智慧。所以到了华严经的婆须弥多，就是讲这个染，过去众生都那个染是垢染，是最卑劣染。你要回头居时，因为断那个染，你回头居时不敢担当决心，它必定能够随缘，再黑能现黑，再白能现白，它能够染成一切的心中如是的净染。你还叫做什么？还叫做暗昧？因为你心中既然还有如是的分别暗昧，你将来就必受流转。所以婆须弥多供养的是什么？高心如来。就在这一个门捆，就这一步踏出去流浪，踏不进来那就断灭。反过来说，你又敢担当一切俗，踏不出去，那念念之间你不离开如是心中的根本，叫高行如来。修的是什么法门？供养高行如来一宝钱，无量劫中供养一宝钱，能得如是智慧。什么是一宝钱？就是现在舍利子念念之间从来不二，心中念念如是真实，随着现前感受的种种差别处，你能够明白真实，看到你决心的种种变异。异者钱也，钱者是交易的意思，一宝钱。有的人说是自然，常用中国字的拆解来讲，所以现在有居士讲啊，中国老祖先也没这样讲，佛门也没这样讲，自己创那么多，把字这样拆开来讲，那是我体会的，每个人体会各有巧妙不同嘛。那你体会的就是你拆不了，不是也是你体会的吧？你打死拆不了就是你体会的。前字怎么写？从今，从两个歌。金是什么意思？佛门常讲这个金，金性是从来不坏，你要永远知道那个金，金性不坏，大觉心体金性不坏。但是金呢，它却能够什么？金的质类质，它的质体之中，它却能够取应万物。你说你怎么样把它塑成什么形，它都能够成就什么样的形状？你金性柔软，它能够应万物。但是在万物之中，虽然随种种物相而行，随种种物相而有那个形状，随物相而行，但是金质从来不损丝毫。你的决心在感觉之中，虽然随感觉而种种形状，但是你这样把种种形状的感觉从来不损大觉心体半分或者丝毫。但是金性如是现前时，就是什么？就是感受的交割处，你这变异处啊，就两个歌，两个歌是什么歌？体用，
歌，真俗歌，二地歌。但是这种无不管哪里怎么样的变化，怎么样的心中的不断的交割，你都永远要知道供养高行如来那一宝前，你要面临看到眼前的感受，你能够担当就是成就你过去心中能够随缘一定染一切法的心中的担当。你明白决心，你一定能随缘染一切法的担当，我就肯定你就在染处，就是回头处。所以叫什么？登此床座，即证什么阿耨？即证什么菩提？你登的是染，你看的是染。那所以《华严经》中讲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参婆净郁多，你以为他在跟你讲故事啊？那一般人能听得懂吗？你要是念念之间从来不在决心上参的人，你根本看这个故事，你永远就是把它当什么？就当成世间的文字解释啊。所以讲，你看汉传佛教跟现在藏教一样，也是鼓励别人男女双修。光讲这一句话，这种人将来堕无间阿鼻，难以处理，因为你的念头里面都是这些。所以那叫不垢不净，那是法也相，不增不减。正在随缘处，从来不增。你说那与随缘处念念之心就是如是体，它俗也不已，从来也不减。超越一切处不减，能成一切处不增。所以不增不减是什么？用也。所以光一句心经告诉你，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你应该老是每天就这样读了就过去了。你要真的要有舍利子，看到舍利子的担当啊！你要念念之间，就要实际念经念念的之间的参就啊！你要是不是这样担当，你怎么会跟心相应呢？你要念念不跟心相应，你读那个心经，虽然读心经读一遍、读百遍，都种下将来解脱的因缘，但是什么时候解脱，你知道吗？你突然有一天回光，知道当下要用啊！所以我现在提醒你当下要用啊，你不用就没有作用啊，不用就是浪费啊。这句话没错吧？啊，这句话是为你增益的，增上的。那你说那不是说读了就有将来这个解脱因缘吗？有，你要等这个解脱因缘吗？啊，您慢慢等，耗着啊。你哪一天解脱因缘到了，就听到我这句话啊，一念知道惭愧到了，你没白读。就现在就是要下手处，这叫做舍利子。这你明白这个心经时，他念念要告诉你就是实际，就是念机。所以念念看到什么，就要看到觉体。你要先担当不生灭。为什么先担当不生灭？你不要老是随着感觉起伏，那就是随其生生灭灭。你随其生生灭灭，你都不知道生灭了。什么意思？你随其生生灭灭，你老是觉得感受之中有生生灭灭，但你从来也不知道，你在既然觉得感受有生生灭灭时，谁在一直觉得这种生灭的痛苦？你那个觉得生灭痛苦时，你也没真的跟他生灭。你要是真的跟他生灭时，你怎么还外面还在受如是生灭的痛苦呢？这个生灭就是什么？得失，再得再失。所以你能够就是真的这样参，因为过去我们年轻也是算了，现在呢年轻的就前面这两位小菩萨，其他都年纪大，你们再不参，时不与你啊，时是不与你、啊，那不卷舌那个快就快到了，时不与你，不卷舌怎么练？时，我故意的。就快到了，不是怕死，谁怕死？就怕死的不明不白。这
这一生就是他就一定要有生，就一定有坏，要是没有坏，那如何我们有年轻到老呢？但是没有这种盛衰二象，没有这种差不多变化，你也不知道有生命。就好像你感觉到世间的万物的生气蓬勃，你是在哪里感受的，你知道吗？万物的生气蓬勃就是那些万物不断的生灭繁荣，繁荣是在哪里繁荣的？就是不断的生生灭灭才叫繁荣吗？永远停在那里不生，你还有什么繁荣吗？你看世间万物都知道是这样的，叫做繁荣。那你从来不知道，原来我们这要生要从少到壮到老，从生至死，也是一起一起果报，不是繁荣吗？你没有这样子，你还有生命的感觉吗？没有这样的变化，你久了以后你都麻木了，你就麻痹了。所以说不怕什么叫做死啊，就怕你不明不白怎么走的。不明不白怎么走的，将来他还是会生啊，但生在哪里做不了主啊，那就是可怜啊。既然六道都如梦境，那就做不了主也是如梦啊，那是当然如梦啊。但是你在梦中你不知道是梦，就长寿如是梦中大苦啊，所以大苦也是梦啊。那阿罗汉要知道众生所受大苦如梦，所以他根本发不了如是拔济众生的心啊。但是菩萨知道，虽然这一切世间之中，虽有一起果报之中，如梦的种种业障之中，虽然受尽苦难之时也是梦中苦难，但是在梦中苦难处，他却愿意为一切众生拔出如是梦中痛苦。可是梦有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啊，梦是什么也可怕？你常梦就梦在如是梦势力中啊。在梦势力之中啊，这肠子不断的轮回如是苦。梦有一个作用是什么？你做了梦以后就会想，梦一定带想，从想中又入梦，梦又增加种种想。那做久了以后呢，人就在啊，在白天，我们讲世间。就在白天不再做梦时，他人活的就跟梦一样，就是痴人想因太重。但是想因太重，痴人成道，现在我们都不是啊，我们是起轮回心，今生你增多少，再来生增多少，最后一天又堕入是业，总有一生，因为是轮回嘛，梦境的世界，总有一生你看到今生在梦中那种痛苦的人，就是活在白天都活在梦中痛苦的人，你就要告诉自己，我具足如是法呀，不知道哪一天哪一生哪一劫就现如是相。你要不现如是相，就会看到如是人呐。明明都是一起果报，明明都是这一生生命，都是这些时间，为什么叫你念念之间不断的反观觉心，你却不愿意？因为你的觉心反观之时，感觉还在啊。我没叫你离开感觉去体会觉心啊。刚开始体会之时，仿佛就要跳开感觉过去的执着。但你不知道，跳开执着是因为叫你真的放下感觉啊。只是在一切感觉之中，你要明白它是觉，它是觉，因为它不同一般的外道，不同一般的种种小法，需要你直下担当，所以你要叫咬着牙根，念念之间。其大精进，其大勇猛，就在感觉之中，任他是觉，这是汉传直下交达圣，这些心里面有这种因缘的佛门弟子啊。所以当你明白是觉时，似乎刚开始是要离开感觉那种痛苦，似乎有那种理想，可将来你突然，因为毕竟是觉嘛，你将来突然熟悉了，你是在能感觉的清明看感觉时，你突然自己心中异地而站而坐，异地而处，你突然站在这个角度看感觉时，你才知道，从此你才知道，原来你过去所谓的感觉都是业感而已，再看到感觉才是实知，真正从头开始真正知道什么叫感觉，重新解读。
那个感觉的鲜明，每一个感觉着的那种清清楚楚，这就如同《法华经》中讲的，处处都是庄严，它都是灵明啊。就好像那个什么吸毒的人，你叫他先戒毒的时候，他就离开那个毒嘛，那种感觉好痛苦，好痛苦啊。可是真正毒瘾消失，他再看一些感觉，就没有那么痛苦了吧？他突然发现，这没有痛苦的感觉才是最轻松的感觉，不是吗？因为大家不知道吸毒的那种感受。吸毒的感受是感觉是什么？当毒瘾现前时，是每一个感觉都痛苦，每一个感觉之中都含有一个念头，就是他想要吸毒。每一个感觉在他眼前，他都觉得乏力；每一个感觉他都觉得是沉闷；每一个感觉，他都觉得跟他现在好远好远。因为吸毒的人不是只有毒瘾而已，他心还是一样啊，因为心跟一般人一样，所以他念头还是那么多。可是他的毒瘾很强啊，所以毒瘾很强是念头那么多时是加重痛苦。所以有的时候毒瘾太重的人，他有的时候会把自己逼成了像神经病，像自闭一样。将来毒瘾消失了，再看到过去的感觉，就不是那种沉闷吧。他突然发现这个念头，他原来是有这么样的朝气，念头之中原来有那么多的动力，我过去怎么不知道呢？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一般的凡夫过去习惯在一般凡情之界之中，所有的用自己业感之中为自己罗织的现前的种种感受、执受，都如同吸毒。都跟吸毒没有什么差别，你习惯，只要你放下感受，你很难过啊。但是仔细思维，你们感受又不是都大家都一样的嘛？每一个人业感不同，感受就不同。既然业感不同，感受就不同，那你就要知道啊，那每一个人都是什么？只是在寻业而已。现前叫寻业发现。但是寻业之所就是逐业之时，逐业之处就是将来造业沉沦之处。业是什么意思？业就是惯习性，业就是习惯性。你就在这个习惯性之中，你就罗织你自己的将来，就是如此的。所以你能明白时，再看。我们看这个讲义，为臣从风起散，臣从这些世风中起散，而有生灭之相，所以才有生生灭灭之相。决心从世风鼓动时，似乎就有生灭之相、生灭之状。所以下一句叫今推身相灭相，今怎么推？假如前面我师父不叫你的讲话，你在哪里推？你在这里用推的，那都不是世间的任何的文字、世间的道理能够推得出来的，你能够解释出来那个推字，光讲那个推字，都还要看到你现在用到那一点心，叫精推，不然你推什么？在哪里推？决心上面体会不就是推吗？你要从来不在决心上体会，不要说我今天跟你讲你听不懂，你推字你都是什么？跟你讲精推，那个推字在你心中，在你虽然看到这个字，在你心中都没有半点功德，都没有半点功德。讲的今天是个行者，是个学人，讲到精推，你就知道现在念念之间，念念之间你在贯穿的是什么？你在实际之中念念担当，当下担当的是什么？你已经在精推。所以要是推不得，推这个字你心中都不得，辜负我今生学法。要是推这个字，念念之间，现在现前所有一些行者的发心，你还找不到方向，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你还虚度了前面你以为修行的种种光阴。为什么会虚度？一定是心中发愿不真悟。那你说那发愿不真过去虚度那怎么办？虚度我现在讲的话不是只是泼你冷水，你知道虚度是真的，你是行者，当下那一念心，当下发的那一念忏悔才会比任何人都强。所以目的是在刺激你不要再做虚度，不要只是金推，讲到金推哦，我就解释推叫了，你就算把它解释完了，你用手把它解释完了，你心里没有半点感受，你将来一样在你身后的业感之中，你也推它不动，也推它不动。既然推它不动，所以你也就念念之间就不肯在觉性中回望，就是如此而已。好，那动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弟子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Yeah.